不得不说，头发对于颜值的影响呢，真的是太大了。如果你拥有一头柔顺美丽的秀发呢，就可以让你的颜值每上一个新的台阶。那最近呢，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让我大爱的神器，就是一款可以让头发变得更美丽的宝贝，就是它 Brand Free 的精油发膜。然后呢，我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头发的柔顺度、光泽度还有蓬松度呢，都美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因为演员呢经常需要盖假发，然后平时还要做各种的造型，所以头发和头皮的负担呢都会非常的重。我记得有一阵子我的头发就打结得很厉害，还非常的脆，容易断掉。然后现在呢，感觉不仅是变美了，而且还健康了很多。这款发膜里面含有10种天然的植物精油，每次用的时候呢，就挖出一大坨，从发尾到发根均匀地涂在头发上，之后停留几分钟，精油小分子呢就可以更加快速地渗入我们的头发的毛鳞片，帮你修复受损的头发，急救修复发质，用起来快捷又方便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发膜啊，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滋润，但同时呢它又不油腻，然后在头发上呢是非常好推开的。吃完了，然后呢，你看我现在的头发就像在沙龙刚刚做完护理一样，超级的顺滑，然后又不打结，看。然后这个发膜的味道呢是那种非常清香的植物精油的香味，非常的治愈。然后呢，在洗发护发的同时呢，你也会非常的享受那种放松的。